对对，去抓他，外挂打架，神仙打架，神仙打架，哎，能不能抓得到啊？神仙打架，加油啊！抓！哎，又一个飘在空中的鸽子啊！完了，直接飘在空中，我要把它抓下来，下来哦，下来哦！守门守门 ，go go！ 有人飞起来了，我是不是看到有人飞起来了？刚刚谁飞起来了？有人呢？我那个啦，那个在飞啦，那个红色的东东，红色帽子的在飞，在飞啦，我是飞起来了啦！希望能战胜外挂，这样我们可能要先去抢哎，至少不能被外挂抢走。那先给我好了啦，我来帮你，我来帮你。哎呦！哦，还我！我的啊，完了，外挂，不能被外挂拿走，不能被外挂拿走，哇，被外挂拿走了啦！哇哇，飞天了，被外挂拿走了啦！在我们要抓人家想要往旁边跳的时候，不是，怎么有人飞走了？我刚是看到有人飞走了，等一下，有人飞，嗯，要有怎么啊？有人在下面飞，他要飞起来了，他什么直升机哦？有一个绿色的直升机啦，哎，有一只狼在飘，那个狼也在飘啊，那个谁啊， 1705飘着在推啊，前面那个飞过去啦，那你直接飞到别人关卡一开始就去挡人不就好了吗？这样会不会太夸张啊？黄球要下来了，挡个挡个，哎，一个努力手，哎，我拉定在这边，哎，好强哦，一个人定在这边就够了，我被拉走，我被拉走了。一个人定住就好啦，把人家卡在角落，一个人就可以让他几乎动不了欸。欸，狼还在，黑绿色的好像不在了欸，不知道是不是那只狼，不确定那个狼的那个造型长什么样子。有人飞吗？刚好狼不会凯啊，我该不要这样一格一格把下面全踩完吧？他到底在不在？啊，我也下不去了，我看看。哎，是啦，上面有一个在飘啦，那无法嘞。这个狼是啊，你看它就飘，这样我跳一辈子都不行，直接飘。这个还在啊，子弹头还在努力，但是这个在飘啊。你看它浮在半空中，可以不踩到跟没踩到的一个状态。看一下，哎，不是有外挂啦，结果还是有。哎，他真的是演到最后一局哎。完了，这两个努力在跳，这个还在这边。我刚刚看到有人跑好快哦，他速度好快哦。好像有，应该是有人不演了。哇，可是这关人好多哦。我们现在这个时机不对，哇、啊、哇，完了，再会。再会了。这有在飞吗？好像没有。啊、这个没有。可是我刚刚总觉得有人在飘好远哦。好像没有欸，啊，可惜可惜，这关看起来没有挂，哦，不过有一个在好上面了，欸，有啦，他刚飘了一下，他在演，难怪想说这个人还在那么上面这么厉害，还是挂，这是演的挂，演的挂，有没有？他最后在空中还漂浮了一下，那想说他起跳的时间怎么这么慢？他跳起来的时候缓缓的往上飘，欸。他好像不是用跳，他是飘的。啊！我想，哎啊啊啊！花黑喷，等一下，有人不演了？啊啊！有人直接不演，瞬间一秒哎、欸，不是啊，发生什么事了？9528。突然不演直接过关是怎么回事？两三秒间就不见了，也太快了吧！他是瞬移哦，人都看不到哎、欸，没看到人家飞就到了耶。我在想，有种挂是不是瞬间移动啊？他是比飞天更厉害是什么瞬间移动啊？真的，我觉得官方要派人去看大家的直播哎、欸，然后就是看到大家遇到的外挂，应该就直接封，应该比较快。哎呦 ，Go Go， 开门啊！
睡觉晚安喽。我们来久违的，能当第一名吗？耶！哎，不对，有人到了呢。我已经在最前面，有人又到了，完了，是不是又是光速瞬间移动的外挂啊？哎，有没有人要飞？神仙要飞了吗？观察个。哦，飞起来，飞起来，飞起来了！神仙飞起来了。上面有一个平色那个全集帽吗？哦，怎么又一个飞了？嗯，是哪一个嘞？有人要飞了吗？哇，这个球，哎，我们那个恐龙，那个恐龙，1269，1269，它跳进我们洞了。加油加油，要赢外挂，这要赢了。外挂在对面，拜托，我们需要有一个内奸，我们需要黄队的内奸。哎，那恐龙跑去哪了？我在中间。哎呀，那恐龙不敢太靠近门口，因为它一个瞬移，有时候会掉进洞里面。有有有，这颗赶快过去！哎呦，哇，这个外挂，这个头锤太夸张，不要再锤了！不行，要输了，要输了，外挂不能赢啊！这颗要进，来得及吗？来不及啦！哇！神仙，诶，神仙呢？啊，这个吧，这个还有别的神仙吗？嗯，就是这个恐龙，都是机甲1269，会不会飞到地图外然后不见呢、啊？下来了，缓降下来了，踩了一下，你看这个跳起来，哦，它是啊，它不是那种飞天，它是跳很高。他可能只要一直按着跳的按键，可能就会一直往上飞吧。然后跳到最高点，还是会慢慢往下。所以他是那种跳很高的挂，然后下面的人还在努力，但是这个努力没有终点。这边踩完没有终点啊？对啊，如果侦测玩家的高度应该哇，侦测玩家的高度应该比较简单。那飞到这么高，这么明显。应该很好抓这个数字才对啊！今天好像没有看到明显的外挂，不知道有没有在演。蓝色加油！有人要飞了吗？有人要加速了吗？目前好像还好。哎呦！哇，被踢过去了！哦，有守门员，守门员一个扑空，守门员。他跳错边了吧？哇，被先顶了，完了，没人守，是不是想顶球啊？哇，橄榄球，这什么啊？这个球是金色橄榄球，不会，等下这不会五分吧？哎，怎么有这个？这是蛋吧？金蛋？怎么有一个蛋？金蛋蛋？哎，这个技能该不会有五分吧？这就会有点夸张。哎，第一次看到这个金蛋，哎，到底有几分？好好奇哦。进去，有了，五分，真的有五分欸，五颗金蛋，怎么会有金蛋啊？哇，什么时候添加的？第一次看到欸，真的五分欸，那一颗蛋值五分，哇哦，哇、哦，怎么有人？哇、哦，等一下那个人就飘着，等一下有一个人在滑啊，那个蓝色的，那蓝色就拖着滑来滑去啊。加速的还是在耶，又飞起来了。他还要去哪里？哇，滑来滑去的，还是有啊。哦，有人飞起来，不是有人抱金蛋飞起来啦。还有这招哦，抱着金蛋飞起来是哪招？又飞走啦，那个红色的也飞走啦。怎么跟超人一样到处飞？啊，金蛋，哎、欸、有没理我哎。那个也是，那个红色也是。哦，还有一个绿色的鸟也飞起来了啦。另外一个也不演了，刚刚的那个绿色鸟、绿色恐龙、恐龙尾巴的也不演了。两个外挂打架了，到底要去哪里？
很扯欸，这个两个很扯欸。尾巴在正常人前面，可是旁边那个人，前面那个人要飞了，你看他加速了，我来阻止他，阻止他，哇，被偷了，他要飞上去，他要飞上去了，他要飞走了，他飞走了，飞走了，飞走啦，外挂做事哦，哎，行不行？哦，对对，去抓他，外挂打架，神仙打架，神仙打架，哎，能不能抓得到啊？神仙打架，加油啊！还是他们是一队的啊？到底行不行？他们到底可不可以神仙打架啊？欸，他们该不会是一队的吧？外挂队是不是？换另外一个人飞了，欸，真的是一队的，欸，觉得就是两个外挂组队啊。他为什么不能在空中平着移动啊？可是他外挂版本好像很多个，欸，有个是会这样上向上下的，然后有个是会在空中停着的。感觉停着的比较好，他这个晃来晃去的应该是加速挂啦，感觉他就是左脚踢右脚，然后自己往上踢耶，欸，这个加速外挂会这样晃动。哎呦，我能打得赢吗？不要飞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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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飞怪！我抢赢外挂了，外挂在嚣张啊，外挂大意了吧？打赢外挂了啦！哎，外挂，我们战胜了大意的外挂，好不好？外挂最后一秒松懈，直接掉下来。幸好我们没有放弃，我们至少有一直追着他，一直看着他。哎，神仙打架，凡人战胜了神仙。